主，今天我们的进攻是打得还可以，但是在防守上啊，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改进，还是有不少的漏洞。好，巴春雷，您觉得呢？就像我们的教练说的，要在篮球世界杯赢比赛的话，我们的防守一定要打好一点。我们的防守失分太多了，漏洞太多了，但是我们的篮板球一定是防守篮板球一定要改进的。说两场比赛的结果让人不够满意，你觉得你有能力能够将日本队呢重振雄风，或者是带进更多的活力吗？几年前我看日本国家队的比赛，虽然我没有参加，当时的话只有几千人的日本球迷看，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有18000名甚至20000名的球迷，现在球迷支持我们日本国家队，所以我们的球迷团体啊，还有日本在篮球这个运动都是在不断的壮大。我们将会作为日本国家队要去打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比赛，去回报球迷，还有呢是展现给日本。在今年呢我们有迷你篮球杯，那么现在呢日本队又来到了篮球世界杯，那么今年夏天我们打了很多的比赛，我一直都非常享受代表国家队征战。我已经打过了很多的一些比赛，今年夏天我不知道我自己提高了多少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打球的时候信心更足了，我就是非常的期盼今年我的更好的表现。